Let's welcome Ming's Cycling Club. 白俄罗斯明斯克女子职业自行车队是一支充满年轻活力的车队。车队于2013年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成立。车队是白俄罗斯唯一一支职业自行车队。车队成立的第一个赛季便多次在国际赛场上站上领奖台，在世。